想，每天就是什么想法什么都不做，这样的生活，哦，不知怎么过。哎呀，真的不知怎么过。突然有一天，路易老头子，他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人。是董事长，董事长。他说今年要带两六七看了世界杯。哦，巴西太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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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机票他排队，机票排队。哦，口袋里没钱，就办个切肉还得排长队。记住半个切肉，还得快炒嘞。